杨紫西装搭配百褶裙，酷炫造型秒变摩登女郎。杨紫出演了电视剧《家有儿女》中的下雪一角而被观众所熟知。次年，其继续拍摄了《家有儿女二》，自此成为家喻户晓的童星。主演的电视剧《欢乐颂》第一季一经播出便获得巨大社会反响，而杨紫更是凭借邱莹莹一角再度走红，人气飙升，搭档李易峰、赵丽颖、程毅、秦俊杰、TFBOYS 主演大型古装玄幻武侠剧《诛仙青云志》。90后四小花旦出炉，有关媒体历时两周，集结173万网友以及110位专业媒体人和娱乐圈业内资深人士。经过网络票选加评委团的投票机制，就知名度、影响力、表演实力、作品素质、发展潜力指标等进行综合评议后，评选为了90后四小花旦。